由集团总部、数据中心服务器、财务部门、影像系统、生产制造部门、工艺部门、生产管理部门共同搭建企业网络平台。通过可视化生产管理模式，只需使用名匠智能手机客户端、网页客户端，即可实现企业与客户的内外互联。智能工厂数据流，网络拓扑图，名匠智能 AGV 调度系统，实现 AGV 的精准定位和控制，达到物料的精确配送。智能一体机，
如果客户购买的产品有问题，可以通过信息平台实现产品质量追溯功能，可追溯到零件供应商。通过进行 OEE 分析和 SPC 分析，及时对设备状态做出提示。通过智能手机、PAD 终端、APP 应用等，作为产线信息的推送。中国制造2025。